回去吧。来，野生蓝莓，谁要？你要不？这个能吃吗？野果子，见过没？还没熟。在干嘛？你在吃什么？好吃吗？我看下嘴巴。是吧？那要我帮你存起来吗？要。数了没有啊？数了。多少啊？400。五百。五百啊？600。好，哥哥的呢？600。七千。啊？10000。1亿。1亿？算了，你这个红包我存不了。你的多少啊？你数了没有？你数一下。20。哥哥的红包我存不了，太大了，1亿。你拿出来数一下。你拿出来数一下。20。让他数一下。你拿出来数一下，好，数一下还有多少钱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是多少钱呢？13什么？13元吗？13元，对。啊，好，可以。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哈。你这个金额太大，我走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俩在干嘛呀？我要付钱呀。子慧，你今天收了多少压岁钱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们的压岁钱，妈妈来帮你们保管的。不可以，没得算的。妈妈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拿走我们的压岁钱呢？你还小，怕你们弄丢了，所以妈妈帮你们保管呀。这个丢了有区别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就是，总是说帮我们攒的，最后都没了。今天不会了，接下来我和你们一起管理压岁钱。怎么管理？来，给你们看看，妈妈帮你俩每人开立了一个专属你们自己的银行卡。你们以前收到的压岁钱啊，妈妈都给你们存到这卡里了，以后每年压岁钱都会稳定增长哦。哇，我们自己的卡，那可以你和我们一起管理压岁钱了吗？那当然啦。妈妈，那你看，甜不甜？甜。来，把压岁钱给妈妈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子慧，问你个事儿。我是。你到底有没有看见爸爸藏私房钱？你不要问我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烦死了！看见没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这还有一大包袜子耶，想不想要？你怎么舍得买这么多？最近抖音商城搞了秒杀频道，老街口胶囊袜子1900块钱，只要新人下单都是立减5元，直接点击评论区链接，或者左滑进入抖音商城点击秒杀频道就行。家里又能捡到通宵垃圾袋这些都只要1块钱，而且还有限时1分钱拿30去流量的活动，简直不要太划算了。妈妈，你觉得我爸爸身上还有钱吗？这个肯定有。他口袋现在比脸还干净，你轻点没点数。点牙门干好人门。那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喽。那些都在玩过数位题吧。那是什么？是答案。哎呦我的妈！嘴坏，我给你化个妆吧。不要，丑的人才要化妆呢，我也不丑。你啥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你说呢？你啥意思啊？啥也不是。尿尿。你进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明天就是38妇女节了。你爸爸到现在都没有给我准备礼物，你说气人不？为什么爸爸给你买礼物呀？你现在给我们买礼物。你说说看，为什么要我给你们买礼物？妇女节呀，我和爸是妇女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明明是我的节日，好不好？你是什么呢？
逼呀、啊！我想小轮绝不出血。谁呀、啊？那个母老虎穿好多血。母老虎抓小人啊？对，穿好多血呀、啊。哪里有母老虎？爸爸说有。啊？谁说有啊？爸爸说有。他说那只母老虎在哪里啊？在我们家呀。你有没有看到啊？看到了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啊？看到了。它长什么样嘞？长一个牛一样。妈妈。嗯。世界上真的有蛇吗？有啊。在哪里啊？在森林里啊。啥？身体里？我说森林里，你说身体里，我跟你真是聊不到一块。那聊跟谁聊呀？那肯定是找一个头圆的人聊啊，哪像你这样。为什么要头圆的？扁的不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是这会很单纯，单纯，单纯，单纯。哎，子慧，嗯，昨天外婆给你那500块钱，妈妈替你保管呗。可是爸爸也想要、那你打算给谁呢？要不一人给爸爸啊？算了，我不要了。为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呀？你大小。那妈妈考考你，太阳小还是月亮小？月亮。那比月亮小的是什么呢？星星。嗯，比星星小的呢？比星星小的是猴子。我爸不爸呀？爸。那你给我买一个棒棒糖补一补呗。妈妈天天给你加三分奶粉，你看你这粗胳膊粗腿的还需要补吗？你喝的金灵冠真护就是我给你千挑万选的好营养了，他们家有21年的中国宝宝营养研究经验积累，有中国专利配方，还通过了奶粉新活表。你没发现你一直在长肉肉吗？多亏了这6维跟你吸收的配方，尤其是里面的超级3代 OPO 可厉害了，所以你才这么胖乎乎的呀。我不是爸，是美肌在膨胀。哎呦你妈，哼，配完了。好了，子晴别笑了，快去学习。现在不长本事啊，以后老婆都娶不到。娶不到老婆就去嫁人呀？啊？哎，我的棒糖呢？走开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舅舅呢？舅舅给你打电话。给谁打电话呀？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，多不安全啊！我哥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要抱我一下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他说抱一下就给我一个棒糖。那个人去哪了？去那里了。哎呀，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我在这里等着他再去买点棒棒糖过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无语。妈妈，你可以给我买一个米米扣扣对吗？你想让妈妈给你买玩具啊？嗯。没门。啊？人不是带的吗？怎么会没门呢？你还真逗。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说不过我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今天在学校得了第一名。是吧？嗯。你干什么得第一名啦？吃饭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你这叫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呢？这要放在我小时候啊，那叫饭桶，知道不？你知道得过第一名吗？我可不会像你这样哦。饭桶都不如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不能去捡垃圾，好脏呢。撒点油的。这是油吗？这是油，这是。你这是在干嘛？炒菜。炒菜，炒的什么菜？炒的辣椒粉丝。那你炒给谁吃啊？给你，我炒一个辣椒，炒一个粉丝。炒给我吃。这能吃吗？尝一下呗。哎呦我的妈！